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今天咱们来拆家皮一下，看着这家房主上线啊，看能不能偷袭不？哎，出来了，准备掏枪干架。哎呦去，怎么是同行呀？蹲了大半天，就等了个寂寞，也就只有你能做出这么傻的事。小强也不知道这是同行呀，要不然也不会在外面蹲那么久了。同行也是笑小强，说他是来复仇的，而且他在这营地好个内奸小啊。让咱们跟紧他，可以保障小强的安全。不错啊，感觉你遇到一个幸运星。你输出这么高，再加上有人通风报信，这营地是不可能制裁你的。同行已经在干架了，咱们赶紧出去支援他。只来了一个人，那就不用说了。小强单挑都能稳赢，更何况后面还有队友呢。嘿嘿，护盾破了，我看你怎么扛。OK， 拿到手刹，舒服呀。既然被发现了，那咱们就埋伏一波。果然有人来了，趁他们不注意，直接莽上去。哇，一喷灭蚁人果然牛皮。还有个落单的，咱们快点追。感觉你逮不住他，这人有分金背包，跑得比你快。如果这人一心想逃的话，我还真奈何不了他。抓不住就不抓了，咱们换个人输出。这人也是有点呆，被人前后夹击，居然还不逃。他藏去了，趁现在直接把他灭掉。居然自己跑进死胡同，好自觉呀！嘿嘿，又灭了一个，爽啊！来，咱们不要停，我要一个打十个，感觉都不需要同人报信了。这营地来多少人，我就灭多少人。完了，小强又飘了，感觉你有粮。就这几个歪瓜裂枣，根本就不够我塞牙缝了。哎，这还有一个空血的，把他也给收了。小强少说也灭了七八个人了吧？看来今天可以给小伙伴们表演一波图赢了。还想过来救人，真是想多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一起扛下吧。后面还有一个，咱们快点跟上去。我去，来了这么多人，还要没满进去？咱们在路口防呆不？让他们看什么是战神。厉害呀、啊，战神，一下子就被人打残了。难受呀，这人速度也太猛了吧！小强大意了，咱们先暂撤退吧。看你还嘚瑟不？这下被人揍了吧？早就告诉你不要装逼，会遭报应的。妈耶，地图上密密麻麻的脚印看着贼恐怖，这波是小羊飘了，不该这么烂的。完了，前面有人在堵我，这下凉透了。果然小羊还是被打倒了。哎，只有两个人，看样子咱们还可以挣扎一下。嘿嘿，死里逃生，想感觉可以再杀一波了。咱们利用市中心的建筑噪音他们，然后再趁机逃跑。我去，什么鬼，这里怎么这么多人？完了，这下子算是栽了，被这么多人围着，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我应该听同人的话，跟紧他才对的。现在才后悔迟喽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我是翔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